为今天讲的内容哦，其实大就几乎画面都在这里，而且程式码都在这里，不外乎就是这几个步骤啊、哦。那其中有一个地方哦，可能要需要了解的就是说，在 sub 这边有一个第二列到第七列，那这个七这个位置哦，其实一般不见得都固定，可能你资料有可能增加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如果说将来呢，当然你第一个哈、哦，特别是这，请你把那个八跟九这两列哈、哦，把它删掉，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删掉的话，这个有点多余的东西啦。哦，那我们在会妨碍我们侦测。其实我们要怎么样侦测，就是我们现在的笔数是在哪一笔，一般是 Ctrl 向下嘛，对 ，Ctrl 向下，哎，这个好像就可以侦测正确，但是这个是多的啦哈、哦。Ctrl 向下，我想不知道各位，哎，不过这个有没有你放 A1，Ctrl 向下就会错。就会错，所以请你把第八跟第九先删掉。那我要怎么知道说，哎，这里总共有几列啊、哦？其实大部分就是，如果你游标放在 B1 好了 ，Ctrl 向下，它会停在哪一列呢？第七列。所以利用这样的原理啊、哦，你就可以怎么样去抓到那个你最下面一列啊？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你知道最下面一列的话，那哎以后就可以把那个回圈的数量，因为你如果写七的话。那将来如果又多一个会多一个同学的成绩的话，那变成他就不会往下跑了、哦、所以特别注意就如何抓到最下面一列。那刚刚的叙述、哦、我们就把那个成绩啦、哦、这个按右键指定句集，比如说你刚刚写的又要编辑、哦、你可以按右键指定句集之后再按这个编辑，它一样会帮你跳到那个你 VBA 的位置，有没有自动跳出来。那这个7的位置要怎么改呢？一般我的习惯上，第一个游标放的位置，比如说我刚刚是放 B1， 那就打一个 B1。那特别注意哦，B1 那个储存格，你当然也可以用 sales 表示啊，啊，比如 sales 多少 ，sales 一逗点 B 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哈、哦，我的习惯是这样，如果我说今天呢、哦、不是跑回圈的话，就是它只是要直接指向 B1 哦。那最简单的方法，你可以用另外物件叫 range。不要用 sales， 因为 sales 它刚好两个颠倒，所以用 range 比较好表示 range。所以你可能要多记这个物件名称。刮胡之后的话，那里面你就直接给它一个字串，叫做 B1， 这样子用这个来表示哈、啊、这个 B1 的位置，会比用 sales 来表示来的简单一些些啦。有没有直接这样打？不过你可能要多记一个叫 range 这个物件。啊，它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说哈、啊、你。点，即便有刮胡哈、哦，它也会跳出清单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今天要指向它的那个 B1 哈、哦、最向下的那个到底是哪一列的话啊，特别可能要稍微记一下，因为这蛮常用的，打一个 END 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最哪个方向的尽头刮胡。这个时候他会问你说，哎，你知道上下左右，请你给我一个方向。那因为我们是讲B1 的最下面，对不对？所以是 AND 它的哪个方向呢？最向下，所以你把它点两下后刮弧，但是这个时候它只会往下，可是我要的是向下之后的那个结果，点什么呢？点 row 最向下之后的那个什么呢？那个列给我一下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它这个是一个什么，有点像是它很多层哦，就是这个之前好像有个同学问我说，老师这什么意思，怎么又点两下、啊、实际上意思很简单，就是这个地方是指的是它的最这个范围的最向下传回一个列给我，所以这个列的话呢回来就是七啦，也就是说最后这一行哦，你放在这个位置它就是一个表示七。那另外还有一种写法，你想说老师这一串放这里怪怪的，要不你还有一个方法，打一个 R 嘛， R 等于什么？ R 等于这个东西、哦、把它丢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7就会给它、啊、R 就变7了，那个这个时候你可以放一个 R 就可以了、哦、啊，两种写法结果是一样的啦，不过哪一种写法比较好呢？其实就看你自己习惯了、哦、我有时候习惯、哦、因为我的写作习惯是程式越少越好啦，那你当然又多一行啊、哦、可是有些同学好像感觉如果没有丢给他
再放到这边，感觉好像这一串好像他会看不懂。那如果你是这样，那你就写这样没关系，就自己习惯的方法最好。那也就是每个工程师哦，其实每个设计师写出来的都不一样啊，看每个人 style 啦。我的 style 是越少越好，哦，不要写，宁可不写也好。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。那他会把七丢给他，他就知道二到七了。所以将来如果说呢，这个地方哦，假如说呢，多了一些东西，比如说这些，它不是七的，对？那如果你用刚刚的方法按下去，它只会跑到七就停下来。但是现在的话呢，按下去，全部都出来了，对。不过清除呢，清除没有，对，因为没有清除，刚刚还没写嘛，怎么办呢？哈，没关系啊，就补一下就好。七的东西嘛，把这个，其实好像这样写比较快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这样写两行，你变成你要复制这两行，那你写这个一次复制过去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当然也是七，这边也是这样贴上就好了，这样 OK。多重啊，因为你多重如果没有改的话，它就变成说只会到这边，啊，不过格式还没过来，对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你也可以再把它格式一下。字中，你想说字中没学过嘛，哈，怎么办？想想看。其实字中的话呢，你可以一样是在 sales 物件里面，然后呢，它里面哈，一样是 form， 所以你刚刚那个东西假如不知道的话，你可以查一下，查那个 form 这个，按一个 F1， 里面就有答案了。它有个 align 什么那个单字了哈，很长一串。然后呢，它可以对齐方式，你把它 center 就可以，字中哦 ，OK。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试一下，那就可以把这个部分完成。那你想说这个地方呢，到底要做什么呢？因为等一下哈，我们需要加新的资料进来。也许我今天呢，希望提供给那个老师哈，他如果填写，好像直接在那边填，有时候会发生错误。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呢，可以让他跳出一个表单，可以让他直接填写？那这个表单我预先做好了，类似长得像这样，类似这样，请你输入那个人的名字，某某某，然后他几分，直接填嘛，Enter 一下，50分、50分、60分，按新增，资料就填过来了，有没有？那填完之后，也许这边后面也可以自动跑了，那只是我没把它写上去，BBB 这个人 ，OK， 然后他几分呢？90分、80分 ，Enter 一下，然后再新增，也就是新增了。类似像这样的，我想这个蛮常见的，只是说一般哦，在 Excel 里面比较少用这个，一般都是另外有个什么另外一个系统帮你做这件事情。但是有的时候啊，其实我觉得啦，你很多时候好多系统，你不如就把它整合在 Excel 里面就好了，因为等于就是把 Excel 当界面，也把它当资料库了。Excel 本身它都有提供的，所以你一次全部都做完了哈。那只是说这个东西叫表单。怎么做？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你做完之后这个表单，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按钮？按下它，它可以跳出来。如何启动这个表单？再来就是，当它如果输入资料之后，按下新增，要怎么样刚好新增？而且哦，一定要是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。那这个时候呢？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哈，那其实就刚好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方法是一样的。我要先抓到最下面一列，再把它加一就可以了。那我就自然可以写到我要写的位置上去了哈。所以将来这个地方怎么做，你们先试试看哦。抓到最下面一列，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，如何增加一个乘积输入的表单哈。那可以让我们将来的输入工作哦，变得比较有一个规则性。因为之前有同学哦，他在公卖局吧，他说他客户五六百个以上，然后每一次资料出去之后回来的东西，他光要去修改客户端给的资料，他就花一堆时间，后来他觉得很头痛，然后于是他上了我课之后，也就是用表单，然后他就写了一个表单，以后呢，就是那个档案给对方的时候，就自动跳出来，然后对方也知道说哦，他填什么，就一个萝卜一个坑。填完之后哈，他发现他以前要修改那些问题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表单里面一个萝卜一个坑嘛，
他就照着填，哎，填完之后发现以前发生的问题都不再发生了哈、哦。所以这部分的话呢，要怎么样制作一个类似的表单哈、哦？我想等一下再来看哦。